我们之前介绍的获取 image data 都是使用 get image data 这样的一个方法，从一个 canvas 画布中获取到相应的 image data 之后再进行像素级的操作。那么事实上，canvas 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接口 create image data，直接创建一个空白的 image data 的区域。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函数调用呢，我们只需要传入两个参数，就是我们要创建的这个空白的 image data 所对应图像的宽度和高度就可以了。那么有了这个接口呢，我们就可以从零开始创建一个 image data，然后对它进行像素级的操作。下面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例子。在这段代码中，首先 HTML 部分有一个 canvas。之后，我们在 JS 中获得 canvas 的对象，同时使用 get context 的方法获得相应的 context 这上下文绘图环境。在 window 点 unload 中，我们设置了这个 canvas 的 width 和 height 均为800，是一个正方形的 canvas。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刚刚介绍的 create image data 来创建一个 image data。在这里呢，我创建的这个 image data 的长和高，就是 canvas 这个画布的长和高，然后对于 image data 的使用和我们之前介绍的一样，我们可以调用它的点 data 属性获得它的像素数组，我们可以直接对这个像素数组进行操作，最终使用 put image data 的方法，把我们创建好的这个 image data 再渲染在 canvas 画布上。具体的，我们可以怎样玩转这个 pixel data 呢？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段代码。这段代码是这样的：首先，用二维循环的方式便利 canvas 的 height 和 width。这样的话，每一个 ij 就对应着 canvas 画布上第 i 行第 j 列的像素。然后我们使用我们一直讲解的这个公式来获得 ij 这个坐标的像素点，对于一维数组来说，它所处的位置存成是一个 p。然后我们就可以用四乘 p 加零加一加二的方式来给它的 RGB 进行赋值。这里要注意，我们还要对它的加三，也就是阿尔法通道进行一个赋值。这是因为我们在 create image data 的时候，初始化所有的值都为零，阿尔法值为零代表的是全透明，我们要把它设成是满的值255，这样呢才可以正常的显示出来。具体到 RGB 这三个通道的赋值呢，是一系列的数学公式，比较复杂，在这里头呢，我们不做具体讲解了，我们只是看一下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酷？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图像绘制，我使用了一些数学公式，依次将一个空白的 image data 上的像素点赋上了 RGBA 的值，就生成了出来。顺带一提的是，这个效果呢，并不是我编写的，它源于国外的一个比赛。这个比赛呢，是使用 C 程序代码来进行的。我将其中的一个作品的 C 代码呢，转成了 JS 代码来给大家做一个示例。这样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使用 Create Image 能做出怎么样的作品。更重要的是，我们体会到了图像算法的神奇之处。在这里，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比赛。在知乎网站上呢，有一个问题：有没有一段代码让你觉得人类的智慧也可以璀璨无比？其中最高票的这个答案呢，描述的就是这个比赛。这个比赛是在 Stack Exchange 这样一个网站上发起的，叫做 Tweetable Mathematical Art。这个比赛的规则呢，非常有意思。其实只需要让你写 RGB 这样三个函数，每一个函数呢就传入一个坐标值 i 和 j，返回的就是相应的 RGB 这三个颜色通道的颜色的值。但是要求这三个函数它的长度是不能超过140个字符的。那么大家都了解，140个字符呢是 Twitter 可以发送的一个最大的字符数。也就是说，写完这三个函数以后，用三条 Twitter 就可以把它发出去，然后大家来比一比，谁通过这样的方法绘制出来的图像呢最好看？那么相应的呢，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程序模板，大家可以从这个三个函数呢
再感受一下这个比赛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复写 RGB 这三个颜色通道的一个计算方法，之后使用 C 语言来生成一张图片。只不过这个比赛本身呢，生成的是一个1024×1024的图片，我在改写的时候呢，把它改写成了800×800。那么大家在具体看这个比赛选手的作品的时候呢，就能感受到图像学的美丽。那么我改编的呢，就是这幅作品。对于这个比赛来说呢，由于它有字符的限制，所以呢，很多参赛选手写出来的这个代码呢，都非常的晦涩难懂。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仔细的研究一下。这里更关键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要求，大家可以绘制出怎样绚丽的图像来？那么事实上呢，所绘制的这些图像呢，很多也涉及到了计算机艺术这个领域的一些知识。那么关于这部分知识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查一查资料。那么如果有机会呢，我也很愿意和大家分享更多相关领域的知识。我希望用这段神奇的代码能够激起大家对图像的兴趣。同时也愿意更加深入的去研究图像学，去使用 Canvas 提供给我们的强大的图像接口，来实现更多有意思的应用。希望通过这个课程的学习，大家对 Canvas 的绘图接口有了一个全面的掌握，更期待看到大家灵活的使用这些接口，制作出绚丽的 Canvas 作品。大家加油！